Magic Style 的套用范本效果。那我现在把亲近农场绵羊秀里片拉下来，好，拉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再点选这魔术棒，接下来进行什么 Magic Style， 把它点一下。 Style 是风格范本的意思。那这里呢，选择往下拉，这里有很多哦，不是只有那六个哦。来，我现在点一个比较简单的，我们现在直接选这个哈，点这个什么婚礼相框啊，点套用哦，啊，选择这个样式再点套用，那么呢它就会依据这个本来是很单纯的亲近农场的绵羊秀了，啊，我要帮你加片头、加效果、加片尾等等，那 Magic Style 很方便，就可以快速帮我们影片把它做完成的效果，那它提供很多，那别忘了左上角都有 Director Room。你可以从这里申请免费账号，还有很多人做更多的范本可以套用。来，进来用呢，我们播看看吧。出现我的视讯啊，那接下来呢，就开始了进到亲近农场绵羊秀了。哎，中间会帮你加这些效果呢，把里面的图片截取来，有没有做一些效果？然后接下来再进这个影片再继续播，然后结尾。那最后有什么两个字？哎，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东呢？剧中，哎，这要改吧。一开始出现什么，我们拉到前面来，一开始出现我的视讯是不对的啊，来，所以我们现在点选这个，进来一个创意主题设计师，点选就进去了，好，按是 Magic Style 套用完，当然这个地方先来改字，来，这个呢是什么，绵羊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第二段的地方，第三段的地方结尾的是剧中，我把它改成什么？谢谢观赏。那其他细节我们就不做了，我们按确定。啊，创意主题设计师一改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好好介绍。啊，再看一下吧，那就比较合理的。开始播放的时候呢，出现什么？哦，绵羊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它看完吧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片头，很简单就加进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绵羊从山上下来。啊，我们快播了，啊，来再继续吧，啊，最后谢谢观赏。所以呢，透过这个可以快速帮我们完成影片的效果，这叫Magic Style。好，请同学试试看。